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仇恨的连锁哦，八之二之二之三，仇恨的连锁哦。这个关卡很多哈，要问为什么他写少了？因为我刚忘记录了哈，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重要的是我们要通关嘛哈。这固定扣血来讲，对我们会有点压力哈。哦，这个台词刚刚讲过一次哈，虽然说再讲一次，没人知道我刚刚讲台词是不是不太一样哈。总之，固定扣血就是，哦，能够赶快杀就赶快杀哈。哦，能够赶快杀就赶快杀。啊，剩一只的话，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。哦，吓我一跳哈，因为我以为我又忘记录了哈。这次是因为。也有点属于一个这个疲劳轰炸哦，疲劳轰炸哦，被关卡疲劳轰炸哦，八支二支二支三嘛哈，哦，这个防御力5万哦，这个所以要等我们那个要出来哦，要等我们的那个魔力召唤出来，所以现在可以算是算处级吧。现在打他都是抓痒，这样讲比较快。哦，所以就是储气，哦，可以储气。哦，就有点叠珠，哦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叠不叠都一样的。还有一回合哈，魔力召唤哦，这样的威力比较容易哦，比较容易能够破防。当然，你消的注意要够多了。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这个消的注还算是 OK 啊，还算及格哈。哦，刚刚有打其中一只，所以现在又要打换另外一只，不然它会那个双体共生。哦，差不多。哦，然后做全体攻击。接下来是小怪关卡，随机的哈。嗯，无视减伤，越攻越强。这个大圣队是比较怕无视减伤哦。越攻越强，我思考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做一点这个全体攻击好了。二四颗，四颗。这只无视减伤的攻击力，越攻越强，不是无视减伤，越攻越强，3000多，他还没打过我们嘛，所以没差。哦，因为他还没攻嘛，怎么会强呢？对不对？哦，一次扫掉哈。接下来是随机的部分哈，嗯，两只强化盾，无视减伤这只比较那个，所以我们先把无视减伤干掉。哦，基本上这样转移一定是那一只死掉了，因为旁边两只是强化的，所以他打不死。哦，注意一下哦 ，CD 几？一哦。哦 ，CD 一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储这个攻击珠哈。刚好5颗，一定要这么巧就对了哈。
好，直接送走了哈，不想浪费太多时间。哦，光体力减少50%，三到五回合哦，三到五他就给你五哦，这个是当然是。这是故意的啦，怎么可能不小心的呢？好，所以我们五回合内就是随便他摧残咯，减半攻击力也还好啦，因为我们有魔力召唤，血要补满了，这个是要注意的。因为魔力召唤的威力真的蛮大的啊。哦，给你断心哦。哦，现在大圣减伤威力很够哦，断心不要太多回合就好了。哦，这边就这样慢慢给他拖过去就对了。干掉第六回合哈、哦，这个两秒转珠哦，在这个位置会编排成这样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，很奇怪啊。哦，这个位置编排是蛮奇怪的。召唤小怪，这小怪的血有19万多，右边这只 CD2 哈、哦，那我们就做个全体攻击好了。哦，漂亮的一击！哦，趁这时候，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，哦，直接一波把它送走，哦，50万而已，哦，不难，打几下去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两秒转出这个，基本上我现在滑鼠不是很快了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打几了，到下一关再继续跟它磨也无所谓哈。哦好，一波啊、一定是带走，所以就不用特别在那边喊哈、哦。第七关哈、哦，这个拼图盾，可怜铜外面的形状哈、哦，基本上我的打法的话，可能就是先除技好不好？除一点技能来打。啊，主要是要除谁的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妲己，哦，主要是要除妲己，哦，因为妲己真的是好用啊。哦，像刚刚的图形好拼，所以我就直接就拼了。哦，像这样就不好拼的，我们就不要拼。我们就是一样，就是滤出我们要的那个攻击珠，先滤出攻击珠再说。好、哦、像这也是不好拼的哈、哦，把攻击珠留下来。打几还有9回合，转一下。哦，转一下。
先确定框框没有错，哦，哦，这样就 OK 了。在这一支比较特别哈，它是移动符石所触碰到的符石转换成隐藏属性，哦，就是可能会整版都是隐藏的意思啦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欸，那转到后来怎么办？我满载。哎，欸，好好玩哦，好，还蛮有趣的一个技能嘞。他不会整版给你转到看不懂啊，这算蛮好，蛮有意思的这个技能。哦，所以你要靠你的印象哦去转哦。这个的话，看一下哈，哦，转这个好了，再转一个露娜哈。就自己都有点错乱了，我说实在话。露娜那边一波带走，哦，漂亮，哦，漂亮。第九关哈，哦，这个三鼠盾，哦，三鼠盾。水火木嘛，哈，哦。OK。水火木都有了啊，哦！基本上现在消水火木是没有用，因为我没有攻击力。暗的攻击是不是？暗的。火的这个离得有点远哦，没有弄出来，无所谓了。哦，暗的攻击珠呢？有没有天降光珠嘞？哎呦，但是没有消到。水珠没有，所以现在补血。哦，又是没有水珠了。哦，有水了啊，哦！水火木 ，OK。哎，欸，火珠减几点？切。好，先不要消哈，我们先把血补满。哦，消三鼠，好像没有消到光珠。哎，天降，天降，天降，漂亮的一个天降。水火木，水火木。好，送走。好，尾王。好，哦，这个技能是什么？恋人未满时才能对敌人造成攻击伤害哈。哦，恋人未满哈，哦，就是所以现在我是生命力未满嘛哈，哦，那我现在可以对他造成伤害喽，是这个意思嘛啊，哦？怎么那么少啊？我先把我的一些杂毒滤一下哦，反正他要恋人未满啊。
好，这次够多了吧？好，不用开到天雷的战场，直接这样应该就够了。哦，这所谓恋人未满盾，对不对哈？就是在恋人没有满的时候，他的就是可能是因为寂寞吧，我想。哦，在寂寞的时候，他的威力会特别的展现出来，这样。哦，龙克，刚刚好的七钢宝，有必要这么刚好吗？好啦好啦好啦 ，K O， 哦，不赦神罪，洛基。精灵升级。因为经验加倍，所以还蛮多的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八之二之二之三哦，这个仇恨的连锁关卡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